好不厚了。太好不干好不厚了。来看需要什么。好不是上吊来啊，弟啊，那俩花椒鸡啊，给个钱啊。然后我就先开。不要钱啊，我能给欢喜啊。你们吃这个，这鸡汤啊，这鸡汤啊。这不熟啊，这鸡汤不熟啊。你这鸡汤哦，特别咱们遐困难啊，这拢熟的啊。快叫你干活，拢鸡腿肉，我给你加高皮，这一只400几公，这叫花椒鸡汤。这一只来讲400、400+400的面，800，我讲一人加两鼎。你厝内比如讲六七个要吃无，两鼎你拢做来遐滚。我你若无六七个要吃，你应该一鼎就够啦。你怎啊滚？这两鼎花椒鸡汤鸡汤唔免800、700，我拢唔免啦，好不好？我来讲啊，就炸一首尔啊。今仔看看啊，这首啊，这首啊，大家试吃啦，好不好？妈，你开500、400，五个了，两鼎鸡汤哦，300了，300哦，300，我上面吃鸡汤，卖钱了嘛，300块就好了，来个冷鞋啊，300上面吃，300，冷鞋啊，来啦，今仔日你来买300呀，感谢啦，一包啦，对，听好哦，一包半斤半百哦，这一只4啊2哦，我真正卖袂啊，送你啦。我今天多少钱啊？两百三个呀！来，两百三个呀！无啊无啊无啊！今天多少钱啊？300了，300了，300了。恁姐姐啊，恁姐姐啊，两百三个呀！报这个，欢喜了啦！来，欢喜了啦！欢喜了！过来开钱啊！这个要看住哦。老天老神哦！300，凊彩啊！来只，当然欢喜了。卖完了，等一下哈。300了。八多七八点的嘞，太直接了，钱啊，出来，哦，好，安尼过，300你可以啊，无影，来，阿要食虾啊无？虾要食无？虾要怎食？虾要食1000无？1000啊！虾要来要食无？虾啊！1000咯！花枝白叶个，这虾啊，我叫这啥物虾啊？你家看这啥物虾啊？这种怪物啦，这个红脚白虾啦。2325上大只的，活动的哦，遐小二只活动的。我来讲，这种虾恁大家食看嘛，遮粗，遮粗，新价钱的卖1800啦，500我了。来500啊！那嘛剩一个买尔，500块。有人要食白的无？来，我只要告你两个，一个人给装来500了。500。活动拍摄啥？来，好的。咩咯？得了。我给忙。我给你啦，好啦，你唔要客气啊你。哦。我把上面啊。来边一个啊。这大只啊，家己看啊，特殊的啊。家己看，有咩有用歧视啊？我家己厝拢家己拢食这啊，我厝骨啦，平骨啦小弟，平骨啦家己自拢家己的厝里食啊。哦，我真正食好食啊，我叫来来推销啊，真正啊，我家己买你食的产品啊。来500，够有要来无？白的，500，有啊，500，啊，就咱要食袂无？米啊，我食看嘛，米啊，我买，麻烦你食看嘛，求婚节前卖，这就是大只活动，买一盒也是买，大要要食无？哦，大买两盒啊，两盒，米啊，我两要食哦，食看嘛，我若加袂你米啊，我物件绝对有够遐，拢有啊，来，有没有收钱？啊，这我再来袂少哩，所以我讲这里厝哦。只要有人，你啊见到只，伊就把你，伊就把你饿落啊！伊只人你讲个花枝，伊只花枝白，伊当会用真个用钱个啦，真啦！你甲讲叫真鱼啊，咧真啦！这三只我好百五啦，花枝白啊，只啦第300啦，唔免300、500，新价钱啊，200了。来200啊！你要200，我7条哩，我8条哩，我9条，我10条哩，我还讲一条剩20块，唔免考虑。要食花枝白，上新价钱，100了啦！来啊！100了，免200。一百了，最后就是100上面来了。飞机牌给咱整啦，给咱整啊，100好。哎，100啊。搁一个100上面来，100啊。搁人要食花枝海鲜牌无？100。哎，100，100啊。100啊，100好啊，多少问过你啊？无啊，人家赵小小啊，无。来，给啊，给啊。鲑鱼啊，鲑鱼啊，把嘴要给啊，鲑鱼啊，对吧？有人要食鲑鱼啊？花枝牌给个啊。今天我一个帅哥来买一箱的鲑鱼啊！啊，来啊，把你看这什么鲑啊？这智利鲑啊！这就是讲我咧退兵有哦，伊的鲑鱼哦，一分一分，有优质的，有优质的，一分一分的这个。
吃看看啊，好不好？爱姐，我来讲啊，三千两斤要拿，先给一个一千块。三千啊！一千啊！可以一千啊！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啊！你下面搁有啥物无？保利龙搁有啥物无？迄鲑鱼会等老机会 OK 啊，我有出去。等下啦，一千有人要吃鲑鱼无？先啊！下头先看卖啊，老板鲑鱼哦，品质啊，一级鱼啊，品质啊。煎鲍鱼可以等来啊，这条够你啊，这条够你。哎，先啊！我来讲话三个了，还冇无啊？一千块煞要煎啊？有人要吃鲑鱼无？先啊！一条剩百几块。一千块尔，你要保利龙啊？家己嘛要保利龙，我来上完台来处理一下。你要大海吗？这种的啊，你要这种的啊？你看我叫这啥物鲑鱼，你家己看，这啥物鲑鱼？四季鲑啊，多少鱼啊？这六条啊，一条是百几块。家己，你鲑鱼炸几钱来？来收了。啊无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好无？其他几条？哇，这地啦，我三秘书我请你吃，我只有两个人在老客气了，无人要送一地啦，一千来啊，来签啊，有人要吃鲑鱼无，一千啊，一千块啊，这个一定七地啊，这就是一天给你吃一地，降降啥，降那个叫什么，伊讲会千块咯，一千块咯，啊无安尼啦，今仔日了，你当然卖我送几地哦，全部两个人去地三，你卖客气，两个客气，一千块。一千块，报这个一千，一千块了，一千，你打个黄鱼去，一千块做好些啊，一千块。来，今仔收了再刷。来，过来，你要吃啥？要吃鱼皮无？你要吃鱼皮无？就刚刚过个。我爱，恁听我讲话，我爱介绍什么鱼啊？恁听我讲。来，你捌伫外口听过九高岗无？有人捌听过这只鱼啊无？石狗公、九高岗，这我来讲啊，这比啥物鲑鱼、鳕鱼拢搁较赞啊！这九高岗我来讲，这肉哦油啊，这肉油啊，搁带 Q 啊，这规条拢肉了，你后壁创一个你唔好给钱哦，这整块都是九高岗，这海鱼啊、哦。这餐厅吹一个泡泡剂，就算落来，这个吹个三，要甲给三百哦，要甲四百哦。哎，这两个四百加四百的，八百，唔免八百啦。我嘛免落你加七百。你若要食好鱼啊，这块石膏缸，你今日甲我吹，今日甲我整，今日煮九鸡汤，规条拢肉俩，今日新价钱五百我都。五百啊！你若要食石膏缸，怎么海鱼啊无？这石膏缸，你谷歌甲查看，这是啥物鱼啊？这上光看的鱼啊，五百块上面只。五百，五百。有人要食石膏缸无？五百块尔。招刚刚有人要煎的无？五百，我来讲啊，招一个，招一个好无？招一个内行的价钱五百，好无？五百，我要加一条你啊！一块招刚刚海鱼啊，剩八七块，规地拢无饲，来五百我了。有人要食招刚刚的无？五百块，十五公啊！五百，招刚刚有人要吃的无？生活真好啊，真正真。五百有人要食招刚刚无？吃好个啊，鱼啊要弄过会 Q 的少啊，这只就是鸡啦。我搁加一条你啦，规条肉全部拢肉，你食看卖，啥物叫肉油，搁会带 Q 啦。我这条搁你啦，五百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六个人加五百，啥物食五百？五百啊！这一条剩百几块啦，这唔免搁考虑啊，真的啦，五百，人要食石膏干无？这虾鱼啊，五百，人要啊，五百。五百。你炸车了吗？炸车了无？要充钱，你唔好买啊！我来讲啊，今仔我搁加一条送你啦，这搁你啦，这搁你啦。我来讲啊，五个拼钱买着退钱啊，全部招五个啊，万拢中带 Q 啊，五百了，来一个啊，五百块，好这个啊，我招一个人给五百，五百，五百块啊，吃了你就知影好吃啊，歹吃啊，万拢搁 Q 啊，五百，五百，你也下来无要紧，五百搁要食石膏干无？五百，这杯海鱼啊，你搞吹看嘛，真正美女你吃看卖啊，未甲你害啊，莫永远拢食鲑鱼鳕鱼啊，你食一届鲑鱼鳕你唔吃，无爱好吃，你激素差伤济啊。客看卖无买包，恁规只拢肉俩，整片都是肉而已。伊这只做成这只肉，这只叫龙虎斑啦。伊这个九高刚食来肉了，那这只鱼来肉，你吃看卖啊，五百块啊，好不好？真的好吃啊，我不会骗你，有没有吃？没有吃，没有吧？来靠近了，吃看卖啊，你拢大袋啊，有没有？真心的啦，吃看卖你就知啊。最后个两个五百，要来无？五百啊！美女，你要吃吗？这个很好吃哦。
你吃吃这是顾皮肤，五百。我是讲你慢慢顾，你皮肤本身足水的，你慢慢去顾皮肤。五百够买来无？五百啊。有啊，带你有买着无？五百点一个啊。要买就上好买无？真正无你老贵个啦，九九工嘞。那有啊，有啥物想法怎个哦？这袂重啊，这袂啥物退金啊，还无过伊袂赚起来啦。我爱卖卖啊，拖起来落啊，过伊袂赚，你啊你怎啊？拖起来落啊，手起来，拖起来落啊。系啊，你有人要食牛扒？你有人要食牛扒无？我有人要食这无？你要买海参，我买海牛扒遐。好啊，鲈鱼片内底讲系啥？鸡腿啊。鲈鱼片是啥？袂使啊。系啊。啊，无你用去食，食敢有啥？你阿个莫啊！你要食番薯无？你要食番薯无？这番薯上好食，你食看嘛。来，摕几包起来。我阿讲，这拢免煮啊，你叫人过看。这拢免煮啊，这就是你一进入个西门全家面路底啊，一台机啊，伫遐烘番薯的，这就是啊。冰烤地瓜，这拢免煮，有够甜啊。这种天然的甜哦。这一包一公斤哦，卖互你开千块八百、五百免啦啊。我阿讲，一个人买一包，我一包啦卖你两包，你买无一公斤的番薯，拢熟的啊。当个退兵来当吃啊，全部吃啦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，啥物吃？三百。哎，三百。你买三百，七百够十二啊，七百够二啊。三斤半啦，好不好？两个三个人加买落啊，三百有啷个吃？三百，三百。退兵来最好吃啊，退兵来最好吃啊。这人讲冰烤地瓜就是一包，三百有啷个吃？无。三百。啊，无百五落啦，买一包当个吃看卖啦，百五。有啊，这啊。吃看卖啦，百五吃一包看卖啦，好吃啦。个人要百五，食好卖无？一百五。百五。人讲西门咧冰烤地瓜啦，百五啊，伊要三百啊，伊要三百，拢个少，少啊少啊。